我成日啲環境都唔好噶，因為成日喺海度好多垃圾。哇！係咪啊？咁點算啊？點解你會咁多垃圾噶？所以咪割咗嚟一明間，係依度就係海嚟嘅，但係一半有一半隔住一隻雞喺嗰邊。係啊。所以我驚凍親你啊！哦，都唔怕嘅，因為我識噴火噶嘛，我識發火，咪睇個頭。一陣你燒到我啲嘢變曬火，所以一陣浸死我只龜佢啦。唉，你隻海人點解會咁污糟噶？因為成日人類咧都要抌垃圾入海洋，咁樣好唔啱噶。係啊，咁啊，應該點樣做啊？應該循環。是啊，應該循環再做環保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大家，是啊，大家說是不是啊？是啊，事先，雞望遠鏡，細細雞雞，細細雞雞望遠鏡，拜拜。